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木，我并没有死，但是我想回朝鲜，我缺点钱，我看你们能借我。听说过那个金正男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是这样，他那个被杀之后啊，然后我这个灵魂呢，就是占据了这具躯体。不是，你能不能看着我？我先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对不对？现在想回去跟三胖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完。那个前阶段那个金正男被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马来西亚被杀的，没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的灵魂现在就是放到这个躯体上，我现在要回到朝鲜去。我是秦始皇。你是秦始皇吗？没有，现在秦始皇没有用了。别看朝鲜那么大点地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就一人说了算，是吧？知道吧？我回去夺完政权之后，哇，就我说了算。那也没法自杀。那是个意外，所以说我现在灵魂的话，占据，我就灵魂占据到这个躯壳上了，知道吧？不是，就只有五百块钱，你这五百块钱决定三百必须，知道吧？就是我八成功之后，你就大元帅。五百块钱决定。什么锁甲、美女啥的。全来了，兄弟，行吗？怎么了？你走吧。你别再别我得说这个说那个。你神经病啊！谁神经病？你是不是看小说看多了？我就告诉你，太冷。你会后悔的，兄弟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的。你肯定会后悔的。行，好，这你说不会后悔的啊？好。忙吗？咋了？那个现在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啊。那个金正男你知道吗？是啊。那个是这样啊，就是我是没被杀，我这灵魂现在就是进入到这个身体里面。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时候，因为我是要回去跟我弟弟夺这个权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现在我要回朝鲜，然后我现在没有路费，你看你能不能提供一下？然后到时候的话，等回去之后的话，我就奉你做大元帅，什么各路朝鲜美女还任你挑。我享受不了。我还赏你黄马褂。我就缺五百块钱路费。哎，服务员。服务员，这是没有服务员。那可以的，行吗？对，这有保安，你可以叫保安。可以叫保安吗？我不叫了，你俩这么来，行，哥们，我走。忙吗？有。那个这样，你知道那个金正男吗？就是前阶段不是被杀了吗？其实我没死，我现在就是占据这个躯壳了。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，有这么一层，哥们儿，哎，别走，你听我跟你说完。您听过那个就是金正男吗？你干嘛？我不是被船被人杀了吗？对吧？但其实我没死，我现在是占据这个躯壳，我要回朝鲜。知道吧？缺个飞机票呗，对吗？对，没有，就缺五百块钱。那边的话，军队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回去之后的话，立马就能当上最高领导人。我有飞机，你等我吃完饭，我开飞机把你送回去吧。等一会儿。你有驾照吗？你说呢？有飞机能开飞机，能没驾照吗？不是，我就缺五百块钱。然后没有钱就有飞机。不是，然后我就封你为元帅，我就封你为元帅。兵马大元帅，第一大元帅，我是金正男。你找谁呢？干嘛？你要录我是吗？干嘛？你是要录我吗？我录你干嘛？你要领报警吗？啊，石哥，我在那个胡一城宴会厨房那边，你过来吗？撬人啊？是带钱过来吗？那个，你知道那个金正男吗？对，是韩国领导的那个，他带着的。对，其实我就是金正男，我现在占据这个躯体的，是吧？就是属于灵魂这方面，你知道吧？吃饭啊，行，你先吃你的。你先坐这儿，我到别的了。这怎么了？没事。不是，我就跟你说这事儿嘛。不是，你先听我说完呗，是吧？OK， 想看更多恶搞视频，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，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"叉子恶搞"，更多的视频等着你。